Life's not fair, is it? <S you s a y I, well, I shall never be king, <laughs> and you shall never see the light of another day. Adieu. <laughs> <I do. S 3> Didn't your mother ever tell you not to play with your food? What do you want? 显摆一下，这段是我自己配的音以前配的，在这个朋友圈里发过，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段，很多朋友看过。 但是我从来没讲过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一段。我想可能很多人都记不太清这是电影里的哪一段了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第一段，电影正片开始的第一段，第一个场景，第一句话。好，咱们现在回到剧情，咱们想一想，如果让你写这个故事，或者说让你写一篇作文，你拿什么来开头？ 这部片子里边，他拿一个大反派来开头，而且还是一个自言自语的大反派，这个非常有味道。而且这一幕怎么出来的？虽然它是正片的第一幕，但是之前是片头给做的铺垫，给做的衬托。如果你对这个影片比较熟悉，你一定会记得那个电影的片头啊，先是一个非洲土著唱的苍凉。 但是又充满力量的那个声音啊，这个就是那个那子蹦呀，俺哇，一鸡哇哇，然后轰隆隆轰隆隆，这个声音跟着画面同时出现，画面是草原上那个荣耀时啊，狮子王亮相，下边所有的动物一起朝拜，非常激动人心的音乐跟画面，歌曲唱完最后一声大鼓咚的一声，把整个画面给压下来，片头结束，万籁俱寂。 这个时候出现的正片第一幕，是一只小老鼠，可怜的无辜的小老鼠出来梳理一下毛发，仅此而已。因为刚才大家已经被那个大场面给震慑住了，那一声大鼓咚的一声，已经把大家的情绪给强行压下去了。但是心里头还在翻腾，你还在激动嘛？所以这个时候非常安静的画面，有一种镇静剂的效果，就是。 这年纪就是强行放松嘛，但是虽然强行放松了，但是精神上仍然是高度集中了，因为你知道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未知的情节，一定要出什么事儿，你在等。果然，小老鼠闻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气味，突然一只巨掌拍下来，自由的生命立刻就变成了别人手中的食物，完了。 关键是这个抓它的狮子还要说话，你吃就吃嘛不，它还要对自己的食物说话，说明它不是饥饿难耐。狮子饿了不会在山洞里找东西吃，它会去草原上追杀一只羚羊，追杀一头斑马都行，它绝对不会在这种地方抓老鼠，那是猫干的事儿。这头狮子抓老鼠主要是为了当个道具，啊，当个对话的道具。第一句话就是。 Life's not fair, is it？注意啊，这是本篇第一句话。其实这也就是这部电影里最重要的因果逻辑。他用的是问句，is it？就看起来是个问句啊，但其实你问谁呢？你说这只老鼠马上就要被你吃了，它能回答你什么？它敢回答你什么？没关系，这根本不需要回答，这就是自言自语。 Life's not fair，生命真不公平，非常滑稽，非常讽刺。一个霸王跟自己的猎物说“生命真不公平”，这简直气死人。但他说的偏偏还真的就是肺腑之言，平时根本没机会说。这就是刀疤叔叔。刀疤是谁？刀疤原来是狮子群里边的王位继承人。如果没有辛巴那个小狮子的话，刀疤是狮子王。 第一号的顺位继承人，但是他现在为什么要一个人待在山洞里？因为没人理他。这世界就这么残酷，你得势了阳光灿烂，你失势了全世界都是灰暗。而且刀疤的这种失势比普通狮子要更惨。普通狮子你还还有朋友吧，但是刀疤没有，因为所有人这个时候都会疏远你，大家都要向那个新的王储去表示效忠嘛。 这个时候，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你给孤立了，哎，你就会感到无比的孤独。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哈、啊，就像一个领导，因为犯错误被降降职了啊，但是还还在这个公司啊。新领导上任的时候，那基本上就很少有人再去跟这个老领导套近乎，表示亲近，至少不会公开进行。这个社会的人心规则它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会很奇怪的看到。 其他所有的狮子都在草原上，都在阳光下，只有刀疤叔叔一个人在阴暗的山洞里，在百无聊赖抓老鼠，叫引进那份孤独。至于为什么是老鼠，我认为啊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这个大小啊刚好符合刀疤脑子里那个人物设定；老鼠不像那些大型动物啊，你还要急赤白脸的去去追半天啊，气喘吁吁，那就不够优雅了嘛。 就体现不出命运的魔掌。刚才刀疤啪的那一掌，对于老鼠来说，那就是命运啊。而刀疤就是想让老鼠感受到命运的突兀。巨掌啊，小动物才能有这种感觉，老鼠刚刚好。第二点，老鼠是一个阅后即焚的谈话对象，非常安全。 啊，所谓安全，并不是怕人知道我心怀不满、啊，这个他不怕，而是怕人知道我，我知道我是可怜的、啊，就怕人泄露我心怀可怜。刀疤叔叔在某种程度上跟这只老鼠没什么不同，他也是个被命运玩弄的可怜虫，所以他才会跟老鼠感慨这段咏叹调：生命真不公平。 说你看我，我呢，永远当不了王。你注意哈、啊，这个地方刀疤故意啰嗦了一下，他没有直接说的那么顺溜。说你看我永远当不了王，不是。他说你看我，呃，我呢，永远当不了王。他是这种语气，然后非常合理的发了一声苦笑，哈、嗯，小小 <laughs> never be king，哼 <laughs>，就这种。 苦笑，非常玩世不恭，非常自我解嘲的一声苦笑。Life's not fair, is it? You say I, well, I shall never be king. 哼 <laughs>，好，说完自己的可怜，然后再说老鼠的。我是当不了王了，但是你呢？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这就是一种等价类比。 革命分工不同，啊，但是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啊，都是可怜虫。按理来说，这种话，作为一个贵族是不会说的。我可以失势，但是我不能失态。如果一定要说，要么我跟命运的主宰说，就比如说去教堂告诫，那个不存在尊严问题；要么呢，就跟一个死东西说，比如说树洞，以前不经常有人对着树洞啊说自己的一些心里话吗？啊，对着树洞说没问题。 或者是一只死老鼠。刀疤的选择更完美，他先让活老鼠体会一遍什么叫命运的突兀、命运的不公，先演一遍，拍了你演一遍，然后再跟你总结一遍。我跟你说，最后再把你变成死老鼠，而且还把这段秘密吞到肚子里咽下去，这才叫完美。所以这就是人家刀疤叔叔的把戏。 这个把戏放在第一段，就是告诉大家将来王子复仇的起因，而这个起因并不是什么，呃，说说谁故意的想做坏事不是，是因为命运。命运是已经写好的剧情。这种剧情在影片里到处都有提示，啊，一开始老鼠逃脱了命运的魔掌，这本身其实就是影片里命运的提示。 刀疤虽然抗争啊，好像要纠正命运的不公平，但实际上一从一开始，刀疤导演的那出戏就注定了失败的宿命。好了，最后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：这部片子，希望你能找来重新再看一遍，尝试自己去解剖一下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孩子，最好能带他们一起看。请你相信我。 尝试去发现未知的细节，是对孩子最好的也最直接的一种培养。